娃去温泉酒店，我开车，然后两个孩子坐在后面。我们要去密云，距离我们家50公里吧。不知道两个孩子在车上会不会哭闹。哎呀，希望一切顺利吧。昨天提前放了一些吃的在上面。一会儿还有两包东西。带孩子出门东西实在太多了，尤其是家里还有两个小宝宝。昨天我们在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家里已经翻天了，收进箱子里的东西他们就给扔出来，然后这个哭完那个哭，我们简直要崩溃了。好了，现在开车去接他们，分享一下两个小可爱的今日穿搭。妈妈看看，宝贝好好看啊，西西呢，好漂亮啊。好了，走喽。我俩超激动，因为我们俩从来就没有自己一个人带娃出去过。桃酥、西西，咱们出发喽！孩子就必须要我抱，已经撂倒一个了。不睡怎么办呢？依依阿姨抱你，妈妈开车，咱们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地儿了，好吗？我们泡温泉好不好呀？可舒服了。Give me your hand, we can dance with the band. If you just dream, you can do anything.哦，这边也挺好的。我终于实现两个妈带娃出来，还挺好看的。嗨，西西，你也高兴吧？太高兴，高兴吗？哎，一个小爱心。嗨，又不是路上的你啦，喵。嘿嘿嘿。又不是路上的你啦，桃酥啊，喵，小可爱。谢谢。嘿嘿，真漂亮。我这个泳衣还是我怀孕的时候穿的孕期的泳衣，然后也没有新买，然后和桃酥凑成一个亲子。好啦，我们准备去游泳泡温泉喽 ，Go！ 那边山上的小屋子就是温泉。我们又换了一个池子，这个池子要比刚刚那个要高一些，然后景要更好一些，能看到山下的小房子。我们再下去玩会儿吧，好吗？
我们在半山腰还可以喝一点这个叫什么红糖姜茶柠檬，好好啊。咱们坐休息一会儿好吗？好舒服啊！啊，咱们在这好惬意哦，好舒服，着到了。啊啊！姐姐姐，啊，好舒服，好舒服呀！啊，好了，桃酥游完泳了，泡完温泉了，啊，干净了，妈妈给穿上，咱们休息了啊。两个小可爱都洗干净了，好干净啊，桃酥啊。漂亮你俩，你们是好朋友哈，越来越和谐了。桃酥你拿这个，你喂喂西西吧，你喂。桃酥吃一口之后给他。哎，不要了。两个孩子都睡了，我们俩在吃泡面。我们俩把泡面端到室外阳台这儿来吃了，两个小家伙睡得特别香，可能今天玩累了，就比在家里睡得还要香。你还拿了啥？南瓜夹心吐司包，元气水，这是什么？薯片，薯片，香芋。美女吃面都那么好看。美女吃面都好看。就转一圈，咱不玩没事吧？行。你俩睡足了。好美啊。哎，你俩在这个光圈里跳舞吧。哎呦，他俩太逗了。哎呀，啥呀？我们来吃早餐啦！抱着小桃酥，桃酥你想吃点什么？那这边好多好吃的呀！两个小可爱准备吃饭啦！好吃，那再咽一口。桃酥，桃酥你不吃，我就喂西西，我就喂西西，看你吃不吃。哦，好香啊！我不要再来一口。啊，这一碗人家，其他孩子吃他就会吃。西西，这个酒店有一个儿童乐园，所以特别适合带宝宝来。现在空无一人哦，只有我们，第一个来了。挺大的。啊，哇，真大哎，这边好大。哎，好高兴，好美啊，桃酥啊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啊。